九月以来，全国29个省份报告了新增本土感染者，部分地区社区传播和疫情外溢仍未完全阻断，防控形势严峻复杂。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，严格按照国家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九不准要求，力求科学精准，用最短时间、最小代价控制疫情。对于违反九不准、擅自层层加码的典型案例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将予以曝光。